小球给的不错，裁判双英没想，哇，最后陈家人找到篮板，直接快攻上来给到吕宗麟 ，nice pass。这个球啊，四分卫式的传球，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哇，今天真的是陈俊汉今天完全打出自己的信心的。哦，这边又，我差点发生失误，是差一点变成回场。这个小球，阿肯在篮底下还是强势的拿到分数，在朱恩霖的手上传出来，再做一次的进攻，中间的中距离抛投，最后弹了出来。阿肯想要抢，但是球拨到他的手上便出界。可以预期啊，谁有办法在最后这一分钟内啊，再多拿一个 field goal 啊？其实比赛都还有变数。对。现在要来进行一个挑战，在福原这里，要来看一下这个球到底是谁碰出去了。这个球权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剩下58.66秒。其实，在现在第四节啊，福原现在总共是打进了三个 field goal 啊。九泰这边呢，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，也是只有投进了一个 field goal 而已。第四节双方的比分呢、这个还没有任何一队来超过双位数。对，感觉是第三节双方有一点打太开了，所以结果是第四节有点后继无力了。这边看起来裁判这边比的是，应该是浦原的球权。嗯哼。来看一下最后这一波一个进攻时间，林恩、吕宗麟、吕宗麟接下来给到底角，有一个空档的机会，这球没进，这球进了，最后弹进了，这个重要的三分球弹了进去，理论了。那九泰科技这边这两次的罚球，冯正凯都必须要把握住。哇，这一罚没有罚进，但是进攻篮板被陈俊翰给拿到。哦，这进攻篮板非常非常的关键啊！那现在要继续的来犯规了，要冻结这个时间。对，也是多耗掉了几秒啊。对，我从刚刚罚球应该是4秒哦，这一下进攻篮板。那反倒又是九泰的陈俊翰来进攻哦，这个进攻篮板是抓得非常的有价值。对，今天陈俊翰可以说真的完全是生涯代表作。对。来了。这个进攻篮板又被九泰给拿到。对。哇，尤其。这最后篮板漏哦，真的是漏得比较要命啊。拔出来，赶快逃开！这个、对，应该就机会不大了。对，那这一场比赛，九泰科技啊，最后是靠着3-4两节，然后把这场比赛逆转之后，胜利的拿下66-63来击败了浦原，他们非常的开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